钱拿好哦，你没有拿好，没有第七位喽，才1000块。来喽，听到没有？我未较近，应该吼后壁应该爱消呀，较了剩一层，较了后仰我未较近，后壁才两三层，我无拼袂使啊！来1000块就掏前面啦，一块差不多1000块，人加蛋钱。我接下来今年会放在美金的定存啦、啊。啊，你进无带钱，你带钱收袂掉啊，反正三个月的保险啊，他卖你啊，来1000块的，1000块还可以清个呀。那先大概是因为现在美金的定存都有4.多%，它因为美金最近今年内涨跌也都不会差太多，所以就在美金定存里面稍微4.25%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日币要涨到4%以上有点困难，够算了，这样可以拼了，你今天又拿2000块了吗？来哦，等下我是无来买啊哈。我来讲，我后边阁有蒜鱼，这三块通套就超过500块，就超过500了。来，你想要吃鱼的，来1000块来蒜鱼哦。来，请小姐带进来。我美金定存已经存了2次。你真的想吃的，赶快来1000块给我。这次是第三波。我哪阁有蒜鱼啊？我赚了还没有啊。大概我没有，他没办法，存很多啊，最多只能存到8400美金而已，我没办法存太多，他不允许我存太多。容易咧搞到用，义无反顾诶，啊你朋友几多啊？滚，早晚啊，别紧，我载你倒来咯。我偏爱就滚呀，啊侬恁两个脚脚车来呀，无脚你休滚啊。来1000几个呗，一个呗哦，来刷你个1500啦。老师哦，我骗你袂使啊。你也当较温柔个呗。哎，1000块哦，来。如果爱生活费一个袂当减少，两个哦，来刷你个一个哦。安尼一半1000超过啊，唔免怀疑啊。来，两个买哦。托特鳕鱼在里面了呢，来1000块，还在考虑哦。来，鲑鱼哦，这盘没有恁吃好爽。这个他要小火小快一点。他大声的，别急咩？他大声的呐。料理的啦，超够了啦。超够了啦。安怎样？是来汤沙样，还无开超过啊？还无超过，涨势不会哦。来汤沙足超过哦。好啊，安尼就是。来呀！来，这是餐厅在用的哦，餐厅在用的薄片鲑鱼哦，超好吃的哦。来1000块来，1000块哦。不得啊！我们叫做隆重。北大哥希望哦，进能三十五到七百高半年。多搞呀！来个啥？10个。10个。行啊，10个都超贵啊！我勒薄片鸡咩都少啊！你等下台湾个无话，个口音也袂过来。前面你说什么？我讲你的口音要不？你讲你痛苦啦，你痛苦。来几个买4个，那、啊、你们其他人在等什么？等你送啊！来个上来，去香港看看。等你再送啊！你无买，我无平价送你啊，拍摄。里面有土托鱼，有鳕鱼，有鲑鱼，这里的鱼壳总共加起来10个啊，1000块你绝对买无啊！来，这箱比较人订的啦。啊，订2:30要来客，进几点我嘛唔知啊，那客人无来啊，规矩在上场诶。这不是鳕鱼，这是龙鳕鱼，肉超细超好吃的。无骨啦，中一块骨俩无起啊。来1000块，这里12块，12片鱼块，1000块你准备买袂着，因为内底土特蒜鱼迄一块拢100几块物件。你们不是很喜欢那个00878吗？那个什么高利息，什么 ETF 吗？然后每季拿利息那种吗？6个，那个跟今年美金买美金差不多是一样意思。今年买美金差不多是定存美金差不多一样意思。鬼官你好，鬼官你好。人家龙血不高啊，我上帅你帅龙高二啊。来吃个。他要一根沙袋帅你啊，多少？
欢喜得。都甲你讲加班咧，袂完得啦。安尼两个有差无？哦。你今天在啉啥哦？只有酒味而已，不好意思。你没有买到，我也没有了。最后问题，最后问题，你今天是啉啥？宝哥，你考虑哪位？宝哥，我差钱来，我快考虑阿姑的。宝哥，这两万你先给用。宝哥，到底啊？谭永明，你差两万，你叫钱哦，免啦，宝哥我有啦。来，你首歌给给来。对啊，为着这个我的料事，我加了几行哦。来，南方澳金鱼片一片85块，来一个人送一片，一个上午片，哎呦，1000块，最后一个人给你，比没有人这样卖的啦，这样卖绝对亏本啦。一百块，华裔得了，100块呢？而且吃五天啊，无是要搁叫安怎？了了好人啊啦，等于吃好爽快啦。我真正五天的下午都在这边站。你是天马失去理智的。你讲啥话啊？你徛两工尔，你有啥物资格讲话？白徛三工，白徛三工。无啦。来，这个收完了。无啦，我伫只徛，我刚刚对。拢无动哦，拢伫只哦。无动啊，拢伫只，像迄粘条安尼。包要包唔包啊？料事啊，来包袂包？真正料事。没有啦，阿伯你包起来啦。阿伯你包起来，你是咧乱哦，来弄啊啦。该包啦。都未了多两个月啦，我已经了钱啊，搁要了多块银啊。我们这么了出来啊？好啦好啦好，搁落去啦，无安尼收单啊。哦，伊今麦讲话都大声咧。第一个买单。哦，伊今麦讲话都大声，好啦，落地啊，坐啊，坐要出地啊，那有差。来来落来落来落，紧。哎，唔了伊个啊。来买1000块的，不好意思啊，你们努力的吃哈。真的啦，这1000块买不到这一盘，我只要。来，我现在还有谁？我无剩本，我无剩本咧卖啊！我剩本咧卖，你无够买了，你无。来，1000块的，来大哥，来你看咧，来。有啦，9个可以啦，都拿得到啦吼。都一样的啦。我赶快来，对，内容物都是一样的。来1000谁的？来，小姐来，来阿姐我包你嘿。来，来六个哦，来六个哦。来后边后边三个要看到。来来六位，来六位哦，紧哦！哎呀，翻得紧哦！哎，约会约会，约会！哎呦，不怪今日欢喜！哦，你真好气，跟你约会啊！哦，不怪遐欢喜着，哦，今日才痛着。谢谢啊，好，跟你约会，跟你约会啊！谢谢你，辛苦你啊！这位大哥，谢谢你。哎呀，好啦，你今日跟约会哦？好啦，进来进来，唔客气。来，虾子好了吗？好了哈，好好，我拿我拿。长辈，你什么店？来，还给你，还给你，没有关系，长辈。他还没装好啊，他还没装好。哦，好了好了，好吧好吧好吧。不行啊。他已经看到我们装好了啦，拍谢哈，谢谢。白鞋啊，多啊，十个人去三辈来。长辈，长辈，局长，来五杯鞋啊。我拿了。哎，李大哥，来。虾子来，不好意思，来，来，来，哇，你卖搞跳啦，你要跳地的。来，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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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虾子，还有虾子。下一个，拿去啦，下一个。进来可以再一个。掉。你想要上，你想要下铺啦？天天虾饼啊，可以来，会使来上啊。来，他多我按几啊行，拢无卖几行。超级好吃的！你刚才买我们家虾卷的举手。秋刚也订，人家好吃。宝哥，你买几份？我六百元呐，六百元。来，哎，我天天虾饼。宝哥，拜拜。好啦好啦，谢谢啦，老板娘嘿。啊，你边上唔好独孤哦嘿。来，我要吃田园虾饼的，这不是偶然品哈。来，不要买300、500、200都不用的，这样几分，1.2折、3.5折，这真好吃。但是你外口吃贵300。来，6袋、7袋、8袋、9袋、10袋，免200，免800，100块，便宜虾饼100块，放那个。超级好吃哦！用煎的、用炒的、用煮的，随便你，你想怎么煮就怎么煮。5个人给你，700块。这不可不可以丢火锅？最后三位了，便宜虾饼。这不可不可以丢火锅？六个而已，蛮实惠的啊。
钱？五百六个五。要钱？谢谢。好了，没了，六个是吧？那行，柜台。六个。来六个。好，你月亮的月亮阿姨啊。啊，你袂凉啦！我讲你起来趴在冰坑内底啦，一日啊两分钟就凉啊啦。来鲍鱼要吃，今仔卖要一千啊，来500块来。我欠过来，今日发鲍鱼。来，有啥要吃鲍鱼的举手？无买要紧，大你要吃，500上车买，还是要买一千？好啦吼，够买一千哦。我先叫一个人给吃鲍鱼来，500块汤。来三包四包哦，你来，来500块来。我的鲍鱼真够好吃，而且等下哦，你免煮啊，它已经全熟了，而尤其那个汤汁不要倒掉哦。内底有汤汁，你莫倒掉，伊个鲍鱼是切片，切一片一片，足方便你偷开哦。倒咧盘顶罐内当吃，配烧酒啦吼，啊要配饭啦吼，吃下面，吃下面啦。进一包80块嘞，我搁送袂了啊。来500块汤，来500块来。来500块，目前已经六包的款。来500块，人拢等钱的，拢无问几包啊？你是要问几包要创啥货？人伊只等了啊，无问讲你要几包啊？人拢无问呢。来七包哦，你，只要送包鱼。来500块来。跟你们讲怎么吃啊？你旁边这个有没有？旁边这个撕开来，然后整包拿来吃，整包拿来吃就好了。再涨下去我就不卖了，你就整包拿来吃就好了，不用放盘子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八包了吗？六，八包六。四个。八包吃无啥够，我宝哥、伟哥用，再来再搞泡酒，我无加上一包。来，唔免一千，唔免八包，来500块。宝哥就是谭咏麟啊。还有你就是赵红宝啊！哎，你买了，我知。你买遐肤浅了无啊？连宝哥都唔买。唔捌看过，第一下看嘞。谭咏麟啊，宝哥好，痛哭痛哭痛气痛恨。你卖唱啊你？你哎呀，无准啊，唱无准。对不对？唱啊无宝哥准。好啊，卖我老肥。对，好来，伊讲袂出来的，来讲袂出来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。十包我咧吃啦，较紧啦，500块得了啦，搞十包一个，十包500，来500块啦，赶快，三五倍啦，我紧，来够有啦，银钱我紧啦，紧的啦，这吃包一吃就好吃啊，这板豆的板豆那种啊，这个白那种，这个真的好吃哦，我遐在地拢搞买几箱的啊，我给你买500块，你买袂落。那个在地，就是阮祖先做伙大汉的好朋友，拢搞买我一箱一箱来买啊，因为这真正好吃啊。好，我给你。来，三妹关掉鲍鱼。我要动一。顺便还没关掉去呢。来，我要拿回去。500块啦，来，赶快。高。他们也都在。你是我听到上近的啦。对啊。来，500块得。后位宜兰，后位花莲，台东来的。你别环岛，你知道啊？别环岛啊！来包鱼，最好一个人给500块，无包鱼啊！阿哥啊，这包鱼无人安尼卖啊！来最后一位了，哇，差嘛，再减一包鱼，比今天高钱一包五万。说到这个，跟你们讲，这五天，这五天，我好像知道有很多人，有很多人环岛真的无饲啊，中一块骨仔尔，多只，要蒸内香内子，唔免500-400，剩一半旁边伊啊，来200块来，我800一尾啊，来200块，伊大哥你要食啥搞？真的有人环岛？哎，800一尾，八百只，来，谢谢。我有追踪一个财经网叫蟒蛇吧，什么？蟒蛇，哈？来，要食一尾。其实他是一个很宅的男的，但是因为他看股票还蛮准的，所以我可以忍受他讲一些无聊的话。那就是说他这次，但这四天就环岛。七八个，老板拿。八过来，小姐鱼米哦，来200块，现款肉和我选的。石目鱼皮，一回200块，300一回无钱啊！哎，你贵台湾欠300，我为你赔袂，你200块搁3包4包哦，恁哦，真正免本钱啊！
两个给我。来，两包，后来再三包，来加四包，你来。来，小姐拿到了吗？拿到了。来，最小姐，让给多一本啊。再一个给我，我还有没有拿到的？啊，无伊份啊！来好啦，来奥，啊鸡腿肉卷哦，来，啥物人咧单鸡腿肉卷，等下过来，我起起互你食。来来来，哎，多少杯啊？哎，哇，你来来，你咱两让两条落来啦，平平淡淡都一条，你是害让两条咧？哇，足无说，伊个口话康会款啊，叫大姐，大姐，来，来谁啊？来好。记得鸡腿肉卷了吗？他抓不来，没被点。来，这个是田园虾饼，刚才谁买的？田园虾饼非常好吃，田园虾饼内煎内炒内煮汤，内煮满青菜，内煮青菜好吃。田园虾饼来，来谢谢。来鸡腿肉卷，上面讲鸡腿肉卷的开三百。来来，你鸡腿肉卷吹炒啊没啦？来蟹管肉来，一盒就80块了。哎，总经你来了，总经。来，唔免500，唔免400，来300可能，300块，有人要吃青光鲍无？一家多少人？来300，你妹妹你要先来吗？我看不用300了啦，因为我已经拿4盒了，只有一个人买，我再看300块，我话就是只能挣个手啊，免300，来200号啊，蟹管肉来200块，200号来，哎，青光鲍200几个买啊？一人2个哦。真的是有200，便宜点。啊，再送一盒，原价才有。来，200块，我不要你的，借款弄。一个人拿5盒，赶快动作快，我不要给你200了。免看，免看，不要笑我成功吧。来，200块来。要不要？他在那边。等一下，一起涨钱。那个妹妹的还没涨。哎，来，国开干不要涨。来200块来，对啊，唔使受伤。来200块，今日唔使受伤，唔使害伤。来，借款弄200。嗨，麦啦，麦大家，麦年年年。看我较细个无，看东哥你人穿过，但我未看到。哦，这个唔知海鲜，啊，这个唔知七鲜。嗯，来，来，千块200块来，千块来，都拿到了吗？5盒不是400块买得到的东西哦，千块吧，我卖你200而已，来，赶快买，来，千块吧，拢买了啊，好，谢谢。你在吃超生的春卷哇嘞！我跟你讲，春卷怎么吃？春卷就是春卷皮加花生粉，加糖粉就可以直接吃了。没有买过没关系，得人给你。今天去亚齐亚一条四十块，他用烤的给你吃，你回去用煎的气炸锅隆重好吃。巨蟹好像比较少来我这里啦，巨蟹比较少来我这里。一条四十三条八，对吧？我俩亚齐亚在那边。我你阿姐还佫无遐大条啦，平头先讲啦。来，这人下六条，等于煎，等于烘，200块啊！鸡腿肉卷，超好吃的。来，200块，成交前面外面是鸡皮哦。七条、八条、九条，今天可以。里面是鸡肉，外面是鸡皮哦。鸡腿肉卷，阿姐来，鸡皮、鸡肉。来，200块来。我跟你们讲，只有8个客人买得到，你再不买没有了。鸡皮加鸡肉，鸡腿肉卷，鸡皮加鸡吧。鸡腿肉卷真的好吃，这是秋刚做的啦，无买啊，鸡皮无在，包牌啦。来，200块来，我做10个，最后3位了。5个。快讲，这人够加2条，涨1条。鸡腿肉卷就是鸡皮把它拉皮，拉拉拉拉拉拉，拉的薄薄的薄薄的，然后再把鸡肉卷起来。最后一位喽，8位，叫做鸡腿肉卷。来涨一条，目前7个。鸡腿肉卷，来还会讲猪肉，鸡皮来喽，鸡皮包鸡肉，我们要准备了，鸡皮包鸡吧，现场卖 ，OK， 来啊，总请下几条啊，来有要讲猪耳朵，准加点吗？这是阿罗哈卤味哦，一条两块哦，店面五下，其他店面拢五下，一盒69块，来一个人拿十。噔噔噔噔，这边有人抢诶，钱伊妈紧诶，来总请钱请我这来。200块，蛋糕，蛋糕。有啊，猪耳朵就这边断货了，断货了。我要给你吃的，等你回来。等60到，等你回来。你没有乖呀？太神了！你酒驾没得没有？路边小便。叫你别拎，别拎。门外，路边随便大小便。大小便。来，只有6位哦。哦，来，要吃猪耳朵200，一克69，四克卖200块，紧的。哎，知道我要卖多少哦？2个，最后一位了。来，后边不要紧的，200个收来。来呀。
配茶、配烧酒、配饭，加热就好了，太金属了。好好吃的。哎呀，啊，你今天过啊，较细声的，你今天有请伊呢？有请伊。谢谢啊，感谢恁啊，捧场。好起来。一盒69，四盒200，很便宜的。对。来，你买200，来，我送你200，掌声鼓励。哇。没没完啊啦！你去假期，今仔买刚买下班啊啦！你这一只猪几个耳朵啊？好啦，你今仔好吃，真的好吃。而且这个这间做卤味超好吃的，来，阿伯帅哥你看一下。大家要吃牛肉汤，全部啊！还有，还有，总经，有那个东坡肉，你们要不要？香，要喝起来。当然我可以喝。叫几杯了？我带其他的牛肉过来，要吃牛肉汤的来，这个是我们牛肉卤羊肉厂商做的。来，几个人给杯酒，应该是三个人给两百杯吧。来，300块牛肉汤来3包，来4包3包。阿德可乐来5包3包。三边的瑞，来3包乐，来一个人6包，三个客人而已，赶快拿钱。来500汤3包过来，最后两个哟。来3包过来。不要。好啊，两个倒啊，你收两个倒来啊，莫过淡仔吼，迄落莲花落草啊，紧倒来。一直行一边呢，一直行一边。哎，牛肉汤无啊？一样。两个减一包啊。哎，收尾。对哦。鱼啊，好，我收完啊，再等我一。哎。可能减一包嘞，这拄啊好个物件。哎，落来啊，第二个收上诶，第二个收诶减一包里啊个，啊头一个上诶。呀啦！我跟你讲，第二个送的，你挂第一个创哪位啦？那是第二个啦。哦。第二个走五折啦，我走啦哦。第二个两百。我爸，第二个我爸。你看没有？你那边啊，卖点啊，一直喊点咩百威啊，我问你。哎，来来来。